网友考古张新成当年的艺考成绩：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表演专业第一名，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男生第一名，南京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第一名，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创作专业第一名，上戏表演专业音乐剧方向第一名，上戏戏剧影视第十二名，中国传媒大学表演专业第二名，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方向第七名，中传播音主持第九名。最后以高考成绩文化课560分，文化课与专业课双第一，进入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。